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男子深夜骑车在路上，突然从左侧窜出一只黑狗，当下反应不及，直接撞了上去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发出巨大声响。带您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。 事发在27号晚间9点多，台南归仁区和顺路一段，当时这名男子骑车走在外侧车道，疑似夜晚视线不佳，加上左侧突然窜出一只黑色流浪狗，害他闪避不及，当场摔倒在地。而闯祸的黑狗则疑似受到惊吓，逃离现场。惊险一摔之下，也导致骑士手脚擦挫伤，暂时无法行走，甚至一度只能以轮椅代步。